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onny Choi。今天我们来批这个八字。那么这个八字呢，他是一个男施主，今年呢就26岁啊，虚岁27，实岁26。然后呢，他是问说，他应该去单位工作还是创业会比较好？那。真正来讲说，一个人呢，你要创业的话，你是必须要有一笔资金，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某一种特殊的技能，一种特殊的技能，然后呢，你出你的技能，然后呢，你的合伙人呢就出资金，你们一起合伙去干，但是呢，很可惜呢，就是说，这位事主呢，他没有讲清楚，他只是问说，想知道，就是以他的八字来论的话呢，他是比较适合去单位工作呢，还是自己出来创业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。因为他也不想讲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讲，可能他有苦衷，或者是他想保持低调，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的是什么背景，所以他只是跟我讲说，老师，你帮我就帮我看一看，我现在这个年龄这个八字是比较适合进单位呢，还是去创业？所以，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呢，又不肯跟我讲他实际状况呢，那么我就，就是讲讲了，就是，这么看，就是他呢，就是有能力创业和有能力进单位，就是两者他都有能力去做，所以呢，他给我的一个感觉呢，就是有实力的人呗，可以这样讲吧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呢，他这个八字，我们是要怎样跟他批？所以呢，我们看这种八字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个要看他的原命八字先，他的原命八字，我们先看一看他的原命八字是怎样的。原命八字天干，乙木生丙火生己土财旺，气聚于财，地支呢？亥水生卯木，比肩旺，人缘好。然后呢，戌未土占一边，财偏财正财都有。所以呢，从他的原命八字来看呢，他的财呢是透干。还有通根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他的本命八字呢，他的财旺，那么财旺的人呢，通常呢是比较适合去做生意的，但是呢，来到大运的时候，我们要再看他的，就是变化呢会怎样呢？他的变化呢就变作甲己合，然后呢就是乙木生。丙火天干，那么地支呢？就是戌未土生金生亥水，然后呢，戌未土生金生亥水，同时呢，生金呢克。卯木，所以呢，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呢，其实他在这个10年大运呢，他的地支呢是日主受克的，因为他的卯木受克就是乙木受克，所以呢，他地支的日主受克呢，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呢？就是说呢。他会有，
就是无论是他的财运也好，人缘也好，就是人际关系也好，学历也好，就是学习能力也好，思考能力也好，全部呢都会降低，都会降低，都会减分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就是呢，地支日主授课呢，它会呈现的一个现象啊，所以呢，它会讲讲呢，思考力也会变低啊，思考力啊，全部啊都会变低，阴，无论是它的阴也好。无论是他的官，就是工作也好，无论是他的财也好，就是因为地支的日主授课呢，而导致呢，全部东西呢，三观也好，都会降低，都会拉低，拉低。所以呢，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呢，他才会来找我拼命，因为他没有方向。但是呢，幸好是什么呢？今年壬寅年，是他。最后一年，这个甲申的最后一年了啊！今年也是现在都11月、12月了啊，腊月的话，然后明年就2月就立春了嘛，所以呢这个大运呢过了，我们看它下一个大运如何。下一个大运，癸未大运，它的变化呢就会变成怎样呢？我们看看。天干的变化呢，就是癸水生乙木，生丙火，生己土，财。天干气聚在财，三官生财。好，地支它的变化呢是会怎样呢？就是亥水生。诶，卯木，然后呢，戌土、未土两个占一边，所以呢，他踏入这一柱癸未大运的时候呢，他很明显，第一个就是本来他日主授课的，他已经脱困，他已经脱困，他在这10年已经脱困了，已经没有问题了。啊，这个是第一，然后呢，他的财又旺了，因为本来呢，上一个大运，上一柱大运呢，只有两个财，这一柱大运呢，两个变成三个，啊，突然多了一个出来，而且呢，天干再多一个，因为上个大运呢是甲己合嘛，把这个财合住，这柱大运这个财火起来了，所以三个。变四个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很不得了了，啊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，因为他在这一个大运，其中除了3年里面他的财运会变差，其余的7年他的财运都非常好，就是70对30，因为好的大运一定有坏的流年，这个是一定的，这个是一定的啊。我也跟他讲了，他在哪一年呢？他的流年会比较不好，要叫他注意。所以呢，这个这样的八字呢，毫无疑问的，当然是从三是最好的人缘好，财好，三官生财。一流，所以从商最好啊，敢敢做，不要怕。我跟他讲的那个3年，只要避开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接下来就是靠他的店面的风水啊，那个什么了。好，这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八字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